我们来自东北，我们是双胞胎组合。哎，压力特别大，学习的地方太多，只要把别人的演好，才是一个真正的好演员。也没事了。嗯，他还有什么问题？我心目中的导师呢？暂时保密。这个是最二的。中国喜剧星，我们一定行。这地儿行不行？哎呀哥，这地儿选的太漂亮了，往天敬你请哥了，今天哥请你。哎呀哥，太讲究了，啥也不说了哥。服务员，豆浆有没？来两碗18瓶啤酒。咋了哥，今天请我吃的这是西餐呐？干的也有。啥呀？韭菜盒子。哎哥，他家韭菜盒子什么馅的？酸的馅的。你看哥，我就得意这口，你说。来一个，来哥，咱走一个，走一个。哎呀，今天喝酒啊，不在状态呀。你可拉倒吧，这给我俩装在那嘎达。哎，酒的盒子来了，别动。我是老大，我先吃。不是哥，你请客那不得我先吃吗？咱俩公平点，互相弹三个脑瓜崩，谁把谁弹服，谁先吃。我是老大，我先来。干啥呀哥？我还没准备好呢。那行，正好重来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。哎呀我的妈！兄弟，你真有刚，你吃吧。我服了，服了，服了就行。来，哎，别光吃。来喝喝。哎呀哎呀，服务员买单。哎哥哥哥，你看怎么请我吃完哪睡着了呢？买单呢？来、啊、我这有。买完了。太好了太好了，我这好的我看都看呆了，忘了摁了。那再给英达老师一次机会。你为什么不问？没为什么。李立群老师一定有原因，我们看下一位吧。